调通妈妈嗓难驾驭，人呼抢抢引发口水症。是最受欢迎的调通妈妈。亮片衣服哦，真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穿。真的吗？封城卫这件事情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驾驭。他说出来，因为其实我这一套就是跟抢墙借的。你没有封城卫的感觉，装不出来，没那个味道。你就是我旗下的小姐，我现在只要靠我赚钱，我还比你还高档一点。出去卖肉，我负责弹性。今天晚上10点，小星大跟班。